Oh, cool！现在就是说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但是你变得没办法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啊，干嘛？是不是我找错人了？我再 call 一个。Hey T, you doing anything? Wanna hang out? Oh, hello, stranger. Yeah, don't worry about old Trevor. Yeah, just no, sure. Come by, laugh at me. Okay, good. I'll be there soon. Yeah, 他们的路灯好像假的一样，好暗哦。如果这个也没有，那怎么办呢？那就算了。如果我也进不去的话，翻那么帅。Bug， 真的 bug， 真的 bug， 完全没有互动的那个，因为好像都变成那个可以进去的那个，所以对吧？没有办法。Hey dog, it's good to know you missed. Oh, sorry. Like I said, I thought of his children, and in a way, you're one of his children, one he shared with.Thanks, man. I get. Really? If I'm completely honest with you, Brad was a bit of a dick. The dude who got killed? Yeah. I mean, would I have done it one day? Maybe. Probably. What? Probably, like, wouldn't have done it in such an underhanded fashion, and the authorities wouldn't have been involved. But yeah, bit of a dick. So all this was over a guy neither of you really liked. Well, the principle was the thing, and if I'm anything, I'm a man of principles.Hey, I'm happy you got over your principle. And thank the universe, Brad was a dick. I haven't a dick, Nick. Well, you're gonna have to make it up to me big time. GG. No, GG's a bug. Fine, but enough with the kid. It's kind of annoying. Sorry, kid. Sorry. I just, you're a good kid. You got potential. I see it. Mikey obviously saw it the moment he met you, but let's be honest.You need a real guide through life, because that bit's yours. Who you choose to learn from. Sure, dog. Thanks for the advice. 好吧，那个，哦，没关系，我先加油站就前面这个。这个加油站我没去过。这个好了，好不好？这是哪里的加油站呢？我们就带他去随便玩吧，好不好？我小地图不是有一大堆那种很像铁门的那个小图示吗？那个就是让你可以进去所有你 GTA 原本就进不去的地方，可能是因为灌了那个之后就产生这 bug。那为什么要灌那 mod？ 是之后我想灌那个单人公寓跟车库的一些 mod， 它需要进去的那个 mod。如果我们这时候随便乱闯，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靠，我可以去的地方蛮多的。靠腰。我们在家可以干什么？来，阿姨也不在啊。这个我是进不来了，我记得啊，我是关模组之后我才进来。Shit！ 然后。这边的车库还可以用，这根本就没人啊！看电视不可能吧？这种互动很瞎。哎，对啊，电视的打开电视了，还有钱哦，对啊。
然后我们再传送，来上车上车。Franklin Safe House 怎么这么多？有四栋哎、欸，在哪里？哦，这是外面。哦 ，Inside， 这是我家外面。哦，这也是把车子传送进来的一个方法。So seriously, bro, gang bang up. I banged, dog. Didn't particularly like it, but I got into it for a while. Is that a little, you know, retro? And you're here. Man, it ain't some fashion thing. It's my life. But I was the old one. You're the. 他们都不在家哦，你妈家的。Man. 这果汁，这蔬菜汁，我记得是可以喝的，但是。You trying to get my stink on you? 对啊，你知道 bug。Screwed it！ 我可以回车上吗？如果我现在传掉崔博，啊，他也会跟着来，哇，还好。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a no smoking facility. 没有，我讲真的，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干。他人呢、欸？摔死哦！哦、oh, ，shit！ 那时候模组灌完，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船到底是干什么？哇，多了两艘船哦！我现在终于进来。这个是那个 online 版的，调早上好了。对，这是线上模式的哦。这个我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吗？暂停的意思吗？不然为什么时间一直往前？啊，我刚下班，对。然后让它风转，有啊，有在动。OK， 这也就哇军事基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船可以开吗？我猜应该大部分都是看的东西，然后能互动的没有。所以，所以前面有几架飞机嘛，我们就来去那个，你知道 ？Let's go， 这上去有什么？我也不晓得要不要去玩 GTA Online， 因为我怕说里面有些东西需要弄，然后你知道啊？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枪的颜色。先看一下我的 AK 哦，哦，这样就好看多了。可是材质我是没有调好了，所以看起来怪怪的。我很喜欢看它 reload 的感觉，咔嚓的那种机械声。没关系，我有穿防弹背心还好。
这个飞机两台都一样吗？那我选后面那一台好了。他等一下去那个起跑线比较方便一点，左转就好了。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偷军事的东西好像你会马上亮那个不是吗？五颗星这样，好像没有。为什么在惹库我很少开飞机？是怎么讲？啊，不是很少开飞机，就是很少往天空这样飞嘛。他很常叫你做这种特技，但问题是往上飞的时候，他的那个没什么好看的，就天空嘛，开枪的那个。他有什么武器？飞弹啊，我记得。哦，是从那两边射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尖尖的，你知道吗？那个尖尖的飞机头，那个尖尖是干什么？很奇怪，我记得有飞弹啊。来吧，射几发我看看。对啊，无导航，导航，雷射炮。讲我要多快，我才可以追到前面那台飞机啊？我怎么觉得前面那台飞机好猛？那客机我到底要？怎么可能？我追追看好了，我不相信，追不到，觉得好扯，好扯的。这个前面是军事基地哦，来听，我要降落了，啊，好像走错跑道了。Attention aircraft, this airspace is prohibited. Reverse course now. You are in the Fort Vancouver no fly zone. Reverse course, you will be shot down. 最好一进来他们飞就起飞了。他有个是那个就是警察不会鸟你的，那你把它打开的话，可能进来这边会比较安全一点，就是至少他们不会攻击你这样。觉得我要换一顶裤子，那我的鞋子我觉得还不错看。我以前很不喜欢这种运动休闲车是吗 ？SUV。No way！ 那随着时间呢、啊，越来越那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慢慢可以接受了。这边不是有我的资产吗？右转。其实我有在研究说那个，不是研究，就是先找一些资讯，还没有真正进入去研究，想看一下自己做一下 mod 看看，好奇你知道吗？我记得我的资产是在这里没有错。哦，那是我记错地方了。抢钱哦，没什么好抢的，你知道？多少钱？50000块吧，我记得。要用什么枪跟他们打？我很喜欢这把枪，我这好像是，这好像是俄罗斯制造的，是不是？就它的外形我很喜欢。All right, let's get this bad boy in the van, huh? Fire! 他连讲话都没讲。我很喜欢这种机械瞄准。还有拟真战斗的那种画面，拟真战场，警察他就要来了，我可以开吗？不行，真假 ？shit， 钱有捡到吗？有，啊，管他的，先开战。
他有个模组很好笑哦。好，这边不能开，是不是？好，那麻烦。我先找一个地方 cover 一下。就这里啊，连直升机都派过来，先防御一下。那个他。爆炸子弹 ，explosion， 哦 ，explosive， 来吧，这个杀伤力很痛哦，你只要灌地板一发，你没有防弹背心就再见。我靠，刚才我现在只用自动瞄准了他的那个内件。哎、欸，等一下，我在 reload。刚才那个人一直被我 combo。GTA 真的很瞎。火神枪的话，啊，雷射枪，喂、欸，没有拿过哎、欸。我操！好酷。好、啊、完了，怎么有这种奇怪的武器哦、啊？其实我狙击枪是想在这个游戏拿来打猎的，你知道吗？以外观来说，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把，对，这一把，但是它的杀伤力不是很强，在第一人称看起来又好像很奇怪。我放大。哦 ，one shot。哎呦，有人跑来我旁边了。为什么他会有枪？帮派分子吧。我很喜欢看他这样推那个拉杆的那种感觉。这一把不会推吗？我看一下，也不是说不会，但是就是被挡到了。以前要在圣安地列斯打一发，让直升机倒，要打他的那个后面那个机。啊，后面那边。我这么硬了。哦，就这个动作 ，nice。我第一集的时候，我有用那个画面模组。B9B
就是光线啊那些的重新去修正，或是他们有去你知道强化画面的一个模组，但是它会失效的，所以我把它关掉了。很少拿战斗机关枪了，说真的，因为很大把，它外观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之前玩一个游戏是那个 PS3 那个 Medal of Honor 荣誉勋章，那它里面有个就是放烟雾弹的那个叫什么，它的兵种叫什么我也忘记，就是狙击嘛，还有放烟雾弹的，还有个丢手榴弹，就是三种。那我常常选那个烟雾弹的。啊，那个丢烟雾弹的，他就会有这个枪，我就觉得他个很好看，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拿。不然我之前也不喜欢拿这种枪。很多东西都这样，好像以前我刚玩《圣安地列士》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就会来。哦，炫妹。以前玩《圣安地列士》很喜欢骑那个防晒重机，就是有壳的那一种。那也是一样啊，随着时间久了，就喜欢那个复古一点，就是啊都可以，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范围越来越广这样子。以前不喜欢的，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可以接受这样。十八号。Nice。我可不可以先握在手上啊？对，我记得可以。哎靠！不是，要丢啊！两个为什么他是放在地板？他瞄准是不是？靠！我起来，我丢你！然后我再试一下，真的超瞎的。我现在不想用外挂那个。不想用那个这个修改器哦，去把武器叫出来，因为它叫出来，我之前去那个武器店啊，改过了武器的颜色，还有它的那个原本是机瞄的机器瞄准的那个，我给它改那个瞄准镜，然后它因为你按了一下，全部武器拿到之后，它就会把你的设定全部都拿掉。好像要如何判断它快爆炸声？对，会有那个一点点小小的滴，你看哦。这样收入多少钱？我之前单机的时候玩啊，然后他说实在的，你所有房地产资产全部买完之后，你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买，所以那时候高尔夫球我没买。他每个月吧，还是就是他固定发薪水的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钱哦要回本哦，真的超亏。啊，竟然好灭火器。啊，灭火器而已啊！啊，大家都跑呢，就灭火器而已，可以敲人嘛？拿灭火器不行。哦，会撞过来。那《Medal of Honor》这个游戏，《荣誉勋章》这游戏呢？他之后有再出一个叫战士版新的，那我就没玩。那我比较喜欢他的攻击节奏。那《战地风云》他是，之前也在 PS 玩 PS3 玩《战地风云》，那《战地风云4》他是在 PS3 他是12打12，你一个这么大的地图只有24个人在里面玩，你知道吗？就是人超少。然后电脑版是32打32，差很多。前面刚有两个警察，我有看到，那就消了一发。
那因为他的节那个战地风云四，他的节奏很快，任何地方都可以围攻一个点。那那个荣誉勋章不一样，他就是正面，你们一起这样交战，防守跟攻击方就这样一起慢慢这样推过去，这样节奏会比较慢，因为你一乱动或是你在那边跑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呢，没有丢烟雾弹，然后你乱冲，你就会被对方打死。所以节奏会稍微慢一点。那战地风云你冲你也会被打死，可是就是很乱。那荣誉勋章是你知道敌人就在你的前方。Nice! Oh shit! 欸，他不是有特殊击杀动作吗？Oh my！ 我现在职业是什么？音乐表演者，音乐家。这个可以打爆，然后喷水吗？老式火枪。哇！屁呀！哎，竟然没有一颗星哎！哦，这么屌！好，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那个 GTA 真实生活真实人生的模组。那我们今天影片呢，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